太冷了，冷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啊，那个，那里边湿了。喝姜汤了吗？全身湿透还一直颤抖，胡歌虽然宣称大一，不过全身烂泥，头发和身体都湿了。拍戏过程光用看的就很辛苦。以前在夏天拍过类似的，夏天拍过，但是它不冷啊。对。这种在初冬又在各种泥，全身湿透还是第一次哈。剧组一喊声，胡歌也相当敬业配合，这段影片曝光也立刻登上关键字热搜。胡歌的工作态度备受肯定，也让他接下2017大中华地区知名精品品牌代言。以罗马城为背景拍摄品牌宣传照，花絮影片一释出就在网络疯传。在《琅琊榜》当中饰演梅长苏一角，胡歌爆红，事业攀上巅峰。他面对工作敬业的态度受到众人佩服。影片花絮一释出，也让粉丝敲碗，想要赶快看到完整版。记者林梦长、罗一静台北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